其实伊是中林的身躯，道成是借着伊勇子的身躯来转生的。实际上，伊是我的后生，江道成。是我的翁婿中林，伊是我的大哥江道成哦。无唔对，我就是江道成，我透过阮勇子来转身的，因为日天日行，所以就无休书。阿唔过，你甲我讲你有心的时阵。你敢知影我有好喜？我阁继续讲，我已经有全部啊，我啥物拢有啊。阿哥，结果就是安尼。唉，算算去啊，囡仔无去嘛，袂当怪你，拢是我拖累你的。阿唔过这件代志哦。咱会当都甲放下袂记，以后继续过生活，我袂亏待你。你卖甲我，你是老妖怪！你家家欺骗我，你明明就是一个超时还魂的老妖怪，你可是真？八十几岁老阿公，你竟然这尼阿袂见笑，把我骗去，你真太过命啊！不是干啦，我骗你呢，你嘛敢我骗我？啊！我拢知影啦，只我无讲破，也包括你这尸体的代志，你来甲我讲。我会对你更加不甘，结果呢？你就还会受难下去，你就剩班咯，要让我规家伙啊，鸡犬不宁就对啦。讲落到底，你偌尼啊爱中林，结果每一步拢是心机，万幸免。但你即马哦，家己身脆皮，身甲真歪歪。我就看现在的中林，你敢还爱下去？我跟他想到，我要跟一个老阿公做伙，可是一个超时还魂的老妖怪，我都袂准是跟一个僵尸在睡同款，我就跟他规身躯起鸡毛皮，我不爱，我不爱，我不爱就接受，我不爱就接受。你全家伙啊，若无正常，你拢是妖怪，你拢是妖怪！老天呢？卖在遐阿好啦，咱先进来，再大大讲。啊！我们，你放手啦！你敢不知影我叫你夹着，我都规身躯起鸡毛皮，我感觉你足恐怖的。你进前是安怎甲我讲的？你讲不管我变成甚款的人，你拢同款爱我，甚至看到我做法事，你嘛唔惊。讲爱我替白衣人做法，转身术嘛是法术的一种，这有啥物好大惊小怪啦？啥物好大惊小怪？你讲这话，敢拢袂心虚哦？
你要看麦啊，你家己到底是啥物嘛？你的身躯不是你的身躯，你早都已经死啊！你不是人，你到底是啥物怪物？我就是我，我有无啥物所在会当让你气炎的？除了这件代志以外，我从来无欺骗过你，你有啥物好计较的啦？我去让这个妖怪骗去，啥物叫做有啥物好计较？这错不？唔对，江道子。你就回去好好跟你的江华美怪你子，我招呼你。搞定来啊！你搞半鬼，你搞半鬼！搞定来！我不管，你是不是搁想要搞骗回去？然后你要用什么什么钻心思做来我身上？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跟你回去。我拜托你，你帮我耍好吗？你若是不帮我耍，我就把你所做的事情压压出来。别啦，你想太多啦。我只是要紧你的身体，咱等下再讲好。我不会，我不会。什么？你别闹啦！啊，你就伤你的身体啦。高三鬼。董总裁，不是拢真疼惜阮心怡，因两个若伫咧街仔路玩起来，好佳哉，我的囡仔已经闹体啊，啊若无，若继续搁亲落去，毋知变成啥物怪物，我哪会知影我生落来是畸形，你是脑残，张道士。这个老妖怪做爸爸，这老的毛病是什么毛病？愈讲愈离谱，是点啊？结婚都无留，一个小查某的，避免啊，比变数更加紧。拜念咱这段感情，无甲你计较，你欺骗的，你算两头青棍的你。我无想要甲你这妖怪做伙，够袂用的。好啦，那我今嘛就转告天下。了不起的高招财，江城人，我已经都爱大招财，一进前先会是干部，一名是。卖什么？卖不公位。小姐姓蔡，啊，你哪来这啊？刚好经过这啦，啊，就看到因两个哦，直接吵吵闹闹啊。爸，做什么代志啊？万新敏，你老车，搁想要不乱伫夫人的头壳顶，把人拆破就见笑当生气。啊，总裁无甲伊计较，搁好心苛刻伊，按来，啊伊嘞，搁无领情，搁继续咧起笑。你敢真正要把伊坐到送来我的头壳顶？你替伊做个，还阁无够性？总裁，我大本事你该真清楚。我想要用这种方式甲伊讲条件，但你心啊，已经有路无处啊！哦，伊对你是真仁慈，阁愿意和你回去伊的身躯边。假若无，有啥物款的下场，你上好是想清楚。关心你，你拢食遐尼侪苦，啊！谁我到今麦阁唔知影要悔改？同款是这种千金大小姐的个性，无下你意就吵吵闹闹。我安怎到底跟你有啥物底代？我嫁予你，我想要好好跟你过生活，结果你唔认识，难道你今麦去做人的变老婆？不信他？你是头壳歹去啊？是？你无照顾，你不敢欢喜。什么照顾？你这不是在讲啥？彩礼不无清楚，我甲信太做伙的时阵，我早都已经有心啦，大家拢知影。
我老爸李有心，你今天不起死，我抱你老爸！万新民，你别想超过了你。一个拢搞我会记诶，你不讲我做鬼，我嘛袂放恁煞。这查某无爱了食苦，再卖冻袂掉，我被倒转来。希望即马这个毛病，不管你讲啥，把我嘛给信到。也毋过，每当过一个到点辛苦就是。就跟那会当安尼啊，我对于真正嘛无法啦。现在麻烦你先带爷接转去。王爷，你放心。呀，你敢袂当卖过对李刚总裁辛苦边做代志啊？你袂记的啊？咱爸仔囝会当小林，即卖当带到顶。当时是五年前，江总裁救我呢。也若无咱爸仔囝，就尽管无得见面啊。这份恩情，不管别人安怎讲，我拢爱甲伊报答。你已经做了有够多啊，爸。你嘛甲我讲过，等环宇集团伫台湾的脚步站稳了后，你有你家己的人生规划。即摆拄好是时阵啊。国再讲，以你的年纪，有真侪所在通好去。我知影，这兴爸爸一定希望你会当回去。啊，若无，五星集团卖用啊。你即摆五星，你顾好你家己的身体吼，我的代志你莫管。爸，照你以前的个性，你早都看袂惯是江总裁的所作所为。但是讲你真正要报恩，你用别款方式，绝对无可能替伊做代志。你老实跟我讲，你会坚持跟在江总裁身躯边，是不是有别的原因？啊，若无，我看这个江总裁真正是愈来愈唔一款，我真正替你感觉就无价值嘞。我讲过啊，我要报恩，食人一口，行人一道，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。你是安怎要质疑我？你在胡说梦！有姐，你完了不？爸，拄才是安怎？是安怎行内底？我看到江总裁形影。真好可怜，应该是你目睭花啊，才看不见啊。不是啊。我明明都有一句话讲啊，疑心生暗鬼，一定是你伫想江总裁的代志，才安尼产生错觉。那就歹势啦，今日爸爸归案，拢伫咧车搬兵，不过就忝咧，啊，情绪才会向阮行起来，甲你惊着。爸。你安尼讲，就表示讲这个工课对你来讲压力真大，我真正替你就唔甘的。我知影你真体贴啦，好，你讲安过，我会好好考虑。也毋过至少爱找到一个能够食的人才会用啊，你讲对无？